欢迎大家来到第三届建功民音国际音乐嘉年华，我们是来自非洲的黑薄荷乐队。Thank you.
一，你们最牛逼。刘子老师，那个主唱的麦克风在鼓手的肩颈，你稍微再小一点，谢谢。哟，我吵着小伟了，都说假的，真差我也行。下一个歌，回到摇滚的建功民。今天能不能抢台词了？他说什么呀？一起造点好不好？好，跟着黑帽的节奏。你在视频里说的可是全部都脱，全部脱。
我待会儿演完这首歌再脱，你应该全部都脱，是不是？祖国开放六十年，我不参与，文明社会，我先把袖口的扣给解了啊，待会儿。
叫做《人人都是摇滚明星》送给你们。啊，稍等稍等，还没有演，一会儿再演。今天啊是一好日子。我首先呢，我先谢谢大家这么晚还在这里看演出，很不容易。然后谢谢各位同学们，我还是那句话啊，听摇滚不是时候，听摇滚乐的大学生最他妈牛逼，你们最牛逼，你们将来绝对是学校的最牛逼的人。然后今天在这个时间，我要说一件事儿，就是，今天有两个人过生日。首先我要介绍一下咱们建大民的副社长马瑞斯同学，今天祝你生日快乐。咱们的环节呢？今天非常高兴啊，因为那个马同学特别不容易，一个有请最佳男主角是吧？颁奖典礼，有请最佳男主角。来点获奖感言吧。你说人那儿求婚的，咱俩那儿绑爷呢，旁边站着不太合适。别让我说话呀。那什么，就今哥们儿，要不然你也脱了，我不脱。建大民3周岁的生日，然后也是咱那个副社长马瑞斯的生日，然后听说还是咱九哥一个歌迷的生日是吧？对对对，非常好，非常牛逼啊！所以呢，我觉得作为这个建大民的一员吧，得喂对。然后这个，所以我就自己做了一个蛋糕，就是送给咱建大民和这两位同学，行吗？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我很腼腆。那马社长在哪儿呢？给他鼓励吧。你上来一下成吗？马社长，抬上来，抬上来。亲一个呀！误会，这谁呀、啊？这是那个不好意思，耽误大家伙儿公众时间，其实是私人的问题。四姐，这个咱一起给他说一声生日快乐，成吧？1、2、3，生日快乐！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你们是最牛逼的。我只想说一句，咱们建大就是……哎，您先吹蜡烛成吗？快熄了，哎，别哭。那个就两句话，我不管，这是我过的最他妈棒的一个生日，真的最他妈棒的一个生日。这个后期可以消音对吗？哔哔，最哔哔的生日。然后那个，我也只想说，咱们建大咪这现在站在屋里所有的人。咱们都是一家人，你们都是最牛逼的。现在，至少抱一个吧，亲一个呀，亲一个，亲一个。不是，我们要演出呢啊，快点亲一个，我们就演出了。好不好？我亲不演了啊！亲不演啊！快点，别小夹子气，我操！大大方方，赶紧的，是个爷们亲一个。是的啊，好，没怂。好，然后那个，我这边恳求大家，今天我们的一个歌迷，也黑过大家族的一个好歌迷，他的名字叫做杜宁，他今天过生日，然后我希望大家。可以，我们数一二三的一块儿为他说一声生日快乐好吗？谢谢大家，1、2、3、4，生日快乐，谢谢。来吧，继续 run away。
本来想演再演一首歌，然后再演一首歌，但是我们现在时间有限，我想给更多的时间送给建大的乐队，他们特别棒，他们需要你们自己来支持他们，所以我们再演一首歌。然后废话不多说了，这首是我们的新歌，名字叫做《人人都是摇滚明星》。稍等啊。同学们，十点，不是，说真的，都是假的。人人都是摇滚明星，送给你们。Thank you.
谢谢。我就要说，你们都是摇滚明星，你们才是摇滚明星，你们是我们的衣食父母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建国迷，我是黑墨子，再见。再来一首吧，一个多时间，好吧，谢谢你们，最后一首歌，澳大利亚。
们是黑沫沫。